林慧蘭老师要分享她的盆栽艺术，将槟榔种子种成盆栽，用纤维做成斗笠帽子。我们也要当植物的美容师，哦，看看哪边不漂亮了，该修剪的时候就是要求修剪了。像一个小女生的一个造型，你就这样子卡住，就很简单啦。我是林慧蘭，星期六下午3点，请准时收看公共电视《魔法 DIY 种子盆栽》。